呀，欢迎各位宝宝们又在我们每周的同一时间，我们又一起来锁定我们的渣男渣事的直播间啊！我是这次的主播瑞瑞。这一次呢，我们直播间有重磅推出的一个特别特别难得的一个联名的活动，那就是呢，我们渣男教会和我们赞美之泉有一个联名的特别的主日崇拜，时间呢是在10月3日。上午10点，我们有三个方式去看，一个是 YouTube， 还有 Zoom 和我们的实体敬拜，我们是三个都是同时进行的啊，不要搞错了，我们是同时进行的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的免费的小星星是不是要走一波？好，小星星走了呢，点个关注不迷路啊，点个关注，左上角关注点一下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完了呢，这个崇拜完了之后，我们就会有一个特别的烧烤。这个烧烤呢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同工，这个烧烤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朋友们来看一下，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烧烤，烤的是真的特别特别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光泽，这个色泽啊是特别特别的好的，然后这个香味呢，我们就不多说了，香味在当时烤的时候，我在这里就已经能够闻到那个香味，真的是特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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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香。想来的宝宝们啊，可以扣个一啊，扣个一给我看一下。哎，好，很多宝宝们啊，感谢信望爱送的一个飞机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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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然后呢，就是我们这次就是有这两个活动，大家都可以踊跃来参加。有兴趣的宝宝们还可以多多转发一下我们的那个海报，转发呢让更多的好朋友，让我们更多的家人，更多好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。对。好，感谢啊，谢谢谢谢谢免费的小星星啊，谢谢谢谢大家，荣耀归给神啊。好，这次我们的直播，时间不早了，就差不多到这里了啊，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啊，谢谢谢谢。